大家好，夏天我哋有好多机会可以出海同埋着露脐衫，所以今日咧就教大家几个动作，我哋一起练腹肌啦。抬起双脚嗰阵，我哋尽量保持双脚伸直，背部尽量贴紧瑜伽垫。这个动作我哋尽量慢慢去做，效果先会更明显噶。做 V crunches 嘅时候，我哋要留意挺直条腰同埋挺胸。这个动作可能会较难平衡，所以我哋更加要收紧腹部去保持平衡。这个动作要留意嘅地方，我哋唔净系转动膊头，而系用腹部两侧嘅力量去转动成个上身。初学者可以将脚轻轻摆喺瑜伽垫上面。这个动作都是用来训练侧腹，我们用腹部的力量拉起上身，柔韧性较差的人可以轻轻弯曲膝头哥。 Plank 可以锻炼到全身的肌肉，还有进一步收紧腹部。这个动作我们要保持背部、腰部、臀部是一直线。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可以用来伸展和舒缓腹部。我们将双手放在膊头的两边，然后慢慢推起自己。在这里我们停留10秒。这些动作我们可以重复做两次，每星期2-3次，就可以有效地减走肚腩，迎接夏日。